范畴，是我们的服务范围。我们俗语说嘛，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。如果各位在读书，辛苦之余想到外面透透气，希望能够到其他的八个州里面去走走的话，也可以跟我联络一下，看看其他同学会，像蒙塔纳、爱达荷，这些都是很比较原始气息比较重的，你们可以到那边去看看眼界啊。那边华师公园也都蛮美的，那里的台湾同学也都非常热心，那里的华语教授，有台湾来的教授也都非常好，鼓励你们多走走，如果说寒假、暑假，利用一个假期到美国的其他的州去看看不同的文化，非常有意义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也再讲一下我们教育部在这边呢也做一些很多文化交流的活动。如果说留学生跟学人都是我们服务的范围，那我们也设置了很多奖学金，鼓励美国同学到台湾去留学。不止你们来我们这边，我们要把他们的钱赚回去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有各位有认得美国同学的话，来鼓励他们到台湾念中文，念我们的硕士、博士跟哪怕学士，我都有台湾奖学金可以供应。那就是要他们来申请，要他们好成绩，我们才能给他。这种总是有一点的限制，就鼓励你们结交，就是刚刚 Alice 讲的，你们可以结交很多美国同学，当然也可以鼓励他们到台湾去留学。接下来呢，我再讲一个，